清谷在去年5月突然传出不续约，出道6年迎来解散结局，成员都各自寻找新发展，也定为团内第一位签订新公司的成员。YUJU 选择加入将丹尼尔成立的经纪公司，迎合信飞研制组成新女团 Vivis 再次出道。队长所愿则是签约 IOK Company 挑战走演员路，并以本名金韶琴展开活动重新出发，和赵寅成、蔡中协、B.I 等人成为同门。当时 IOK Company 发出公告，宣布金韶琴成为旗下艺人，还表示金韶琴具有无限可能，未来也将会全力支持他，让他展现自己作为演员的才华并继续成长。不过昨天却传出金韶琴离开了 IOK Company， 他在该公司一年来的时间只主演过一部电影《毛骨悚然的同居》，而金韶琴首部主演的电影上个月播出，粉丝们才反映过公司没有用心宣传电影作品。一日 IOK Company 更突然删掉了金韶琴在官网的个人资料，官方 IG 也退了他的追踪，似乎暗示与金韶琴不再合作的举动让粉丝气炸，在官方 IG 贴文下留言表达不满。而目前为止 IOK Company 并没有发布任何声明，之后也关掉了 IG 留言功能。